Hello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盘子的这个美国的这一套尺子，是这个小手的这个牌子的，然后它的这个上面有那个你切的那些什么尺寸呐，然后我的这个是看这块有一个切出来的那个一个圆，就是一个盘子是16片的，然后这个方形的呢切出来的就是这一种。尖角的，这个圆的、大中小的，就是这种。这个是小号的盘子。切的时候尽量用这种28的。看我的刀都锈了，很少用这种尺寸的。但是如果要是美式机缝的话，这种尺寸直接切的话，还是这个小的比较好用，因为拐弯的时候它这个弧度呢，这个大的就不太好拐了。这个呢，这个就比较合适。